各位同心，大家平安，大家好。咱即马开始来讨论这节的节目。咱这节的课程吼，是要讨论讲什么是国家。啊，国家吼，算起来真简单啊。国家干那四个条件尔。所以咱来讨论一下这个国家吼。咱的时间吼，拢足宝贵的。所以吼，咱每一摆咧上课的时间都非常紧凑，因为即卖人时间足短，是24小时尔。较早的人吼，24小时是分做白天跟晚上而已啦。即卖的人吼，时间是算秒的咧计，所以吼时间足宝贵的。咱大家吼，拢足无时间好上课，所以吼很紧凑。我是吼新德州的新泰郡的郡守。我叫王选杰吼，我是初级班18级的，高级班3届。这最近的新闻，前两天啊，这就是伫个南海的转游平台啊。南海现在发生遮多代志，都是因为有石油啦，有石油吼，所以就大家争啊。这新闻啊。讲吼，台商见血惊逃，厂区如战场。这伫咧越南即几天啊暴动，问题就是出伫倒，出伫吼你写中文啊，汉文啊，伊一看就知你中国人。这越南人对中国人上客啊，佮即届啊侵略的伊伫南韩迄个越南的迄个领海啊，其实迄个领海吼，佮有争议啦，因为。南海这个所在吼，即个岛啊，佫是咱台湾的。台湾吼，佮伊的领海200公里有重叠区域啦，所以会产生纠纷啦。唔过吼，这纠纷阿摆拢爱用国际法解决。唔是讲谁个穿较大机啊，都有法度解决，迄佮穿大细机无关系。中文的招牌都去用攻击啦。越南吼，咱大概有1000多间的台商吼，拢去受到波及的。中国厂商去遐足少的。伊这新闻吼，佮你讲哦，台越关系良好，虽然没有邦交却友好，这是咧佮你骗的啦。没有邦交会友好，你连国家都唔是要邦交。对不对？所以吼，这都给你骗了。台越关系紧密，排华暴动恐让台山却步，吼，这新闻拢这两天尔。这样，未使，因为未使战争嘛，战争爱先宣战，所以未当先宣战吼，只好用泉水的。泉水我泉你泉看谁的买来较大吼，先泉安尼，迄无法度，因为无法度战争嘛。对啊，假爱国真抢劫，所以越南的一寡迄个不法分子吼，都利用现在这个暴动机会吼，可以爱国啊。一寡保险箱去挖真多去啊，台商一寡心血拢去挖去，因都是利用这個爱国的心理。这中国吼，汉文化吼，为这字吼，都会当看出来伊的文化，汉文。内底规定吼，若要做一个国家，第一啦，爱传武器、抬人头，才会当成做国家。这是古早时代。若古早时代咧，要爱啊，爱有心，才会当爱。爱朋友，爱有心，才会当爱。不过啊，人因即马共产党有进步啊，国民党就是无进步啊，才会去用消灭去。人因共产党吼，人因安怎进步？人因即卖吼要做国吼，足简单啊！只要吼有淡薄啊王吼，就会当做国啊！一点点啊王吼，就会当做国啊！所以吼，人因有咧进步，对不对？若爱吼，更加简单，
朋友就会使爱啊，那就要一定爱有心，免心啦。所以吼，人因中国有咧进步，所以国民党会输，就是这个原因。人因拢咧进步，对吧？根据1933年吼，12月2日迄天，蒙特维多啊，伫遐开会的19个国家的统计，伊讲哦，要做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吼，爱有权利甲义务。主权吼包括这两项，所以吼，权利跟义务是相等的。所以伫吉田茂伊讲吼，我们日本啊，只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哦。义务他没有放弃哦，哦，在这做个足清楚的。啊，国家要作为国际的法人哦，要有四个条件。这四个条件足简单呢。第一啦，要有确定的居民啊，人民啊。第二讲一定要有领土，哦，所谓的领土啊，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啦，哦。啊，第三要有政府。爱够有效的哦，那流氓政府那是无效的哦。哦，爱有效的政府。第四，爱有外交权，爱有法度能甲别个国家建交，安尼才会当正做一个国家。啊，恁捌想过？那要正做一个家，嘛是要有四个条件呢。咱家啊，一定爱有人，才会当做家，对不对？爱有大的所在。爱家己有法度通管理家己呢，你若无法度通管理家己，就变作爱去住喺上山啊！哦，第四啊，爱甲厝边、甲你个菜市啊、甲商店有法度通交往，安尼才会当做国家。你爱知影恁家有几个人，你才有法度传米啊！你才会知影讲，我今日出去啊，要买几个便当回来饲阮家个人啊！哦，这是上简单个理由啊！袂当讲我出去，哎，今日买20个便当，结果阮家两个人尔，对不对？袂使安尼啊！你爱知影恁家有偌济人，啊，唔通讲总裁为个国家，唔知影因家几个人？哦，因家可能12亿哦，应该是17亿哦。什么原因？就是因为迄个国家吼实行一胎化，一胎化的原因吼。就是因为人口伤多，因讲吼，中国人哦，支那人太济了，所以吼爱实行一胎化。啊，一胎化就造成什么结果？第一啦，无亲无情。啊，哪讲？因为伊无兄弟姊妹嘛，阿伯拢哥哥一个，所以吼变作阿伯伊无阿叔，无阿姨，无阿哥，无阿伯，所以拢无亲无情。无亲无情，就会变无肺嘛，无目屎啊！啊，个啊，无亲无情了，因个一个原因啊，因为呐，家生吼爱发钱，你呐报户口呐，家生吼才会张艺谋啊，伊讲有三个家后啊，生七个囝，讲发几亿去，啊边那普通人哪有遐侪钱通好发啦？所以吼，伊呐头生吼唔敢报户口，所以吼，即卖中国人吼。讲超大概16亿啦，啊，迄是大概啦。啊，你来想，那一个国家吼，目睭一个擘开，啊，就16亿个人等要食便当吼，迄是偌痛苦，你知唔知？哦，干那传低都袂赴啊！一个国家然后16亿人吼，你干那传低，你的所有的树啊拢错完去啊。所以中国吼无大树，你唔捌看讲中国有一丛啊大树。因为吼，因种树也袂富，通去做地啊。因所以只好干那用竹啊地啊，因为竹啊咧生较紧。哦，结果啦，因即马进口美国的木材去做地。啊，这啊，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吼，有权利看某分别个国家缔约，就是订条约个，唔是国家袂使订条约哦。是国家才会使定条约，哦，啊，国家才有宣战的权利，才有战争的权利。人民啊，虽然会使战胜战争，唔过无发动战争的权利。啊，唔过人民啊，会使反对战争，唔过啊，
袂当拒绝战争。所以吼，人民吼是爱服从国家。讲到这宣战吼，这宣战吼，中国人上奇怪。中国人吼，伫个清国的时代啊，以前啊做支那人，是咱的北国联军。北国联军的打中国人吼，原因就是吼，慈禧太后向全世界宣战。人先进的国家无咧乌白打人诶啦，那有迄落讲文明的国家、八个国家联合起来欺负中国人，这是一定唔对的啦。是因为慈禧太后吼向全世界宣战，所以八个国家吼，其实唔呐八个啦，是十统的国家联合起来打中国。因为你既然甲向人宣战啊嘛，所以就去用拍完了就爱赔啊。啊，迄阵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无？中国政府有四个，所以伊有四个政府吼，足奇怪。两个政府啊，向日本、甲意大利、甲德国宣战。啊，实际上啊，是三个政府尔，因为吼，伊一个政府已经独立啊，迄就是满洲国。满洲吼，伊独立的时阵吼，已经无属中国政府啊，所以迄阵啊，算三个政府。啊，三个政府吼，伊是包括重庆的国民政府嘛。对吧？啊，这共产党的政府嘛，啊，搁一个南京汪精卫政府嘛，对吧？啊，满洲国已经独立了嘛。啊，这四个政府吼，顶头这两个政府啊，对德意日宣战。啊，下卡这两个政府啊，就是国民党政府啊，啊，甲满洲政府啊，无，这啊向英美苏宣战。所以迄当时吼，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吼，全世界吼拢唔知影你中国人是到底甲虾米人战争，因为两个政府向日本嘛，啊两个政府向美国啊，所以吼迄阵啊作乱的，根本无中国。啊，这战争法内底有规定啊足清楚的呢。虽然足清楚的，唔过啊，你去册店甲问讲，我要买这本战争法吼。无底买哈，你唔通讲就是讲有战争法这本册啊？你上网去查嘛，无战争法这本册哦，无底买啊。因为安怎讲，啊无战争法这本册，战争法啊是为五地法律内底吼所揭露下来，综合这些法律啦、啊，这些条约啊，才组成一部战争法。第一类啊，就是海牙的第四公约。海牙第四公约吼，伊内底拢讲战争的代志，吼，伊规定一寡战争的代志，比如讲啊，战争进程啊，爱宣战，袂当讲话拍就拍呢。国家甲国家是何等的大，战争是何等的大的代志啊。那会怎讲话拍就拍？第一啦，爱先宣战，就敢若迄阵啊，美国吼，喊迄个海山总统。什么时候开始投降啊？一个礼拜以内投降，那么投降啊，我就开始给你打。哦，迄个时候就宣战，爱某时某日拢爱讲个清楚，袂使讲像中国讲个讲，行政院长会当宣战，啊，干那安尼，伊都叫迄个路边咧捡泥做迄个个宣战就好啊，对不？意思同款啊。人民是无权利通个宣战的吼，爱、哦、国家爱总统，总统要宣战啊，嘛爱国会同意哦。安怎讲？因为总统要战争爱开足侪钱啊，啊国会爱拨钱，啊国会若唔同意，你总统要安怎战争？所以吼、哦，战争法咧底规定个真清楚。啊，第二项啊，就是日内瓦公约。日内瓦和平公约里底吼，就是限定讲是要安怎和平，哦，爱遵照战争的法律啦，才会当和平。啊，第三就是爱遵照这红十字会吼的总章程。第四吼是美国陆军野战手册吼，里底有3000几条，这四个法律吼，里底啊
综合起来叫组成战争法。啊，其中哦要参考美国最高法律的判例，啊，那才叫做战争法。哦，所以哦，这战争法足深哦，为人敢那研究一部法律吼，都归世人啊。所以要研究这四个法律，总研究个头无简单。哦，酸碱啊，不宣而战吼，都是恐怖分子。你若还未讲酸碱进前都讲怕，你是有罪恐怖分子哦，是犯了战争罪。所以吼，一般的国家袂咧乌白讲怕的啦，乌白怕都是犯战争罪嘛。所以唔才用水烧砖，哦，水砖来砖去，用消防水啊，砖来砖去，都是这個原因啦。啊，无就用船弄。哦，我船甲你开来开去安尼，啊，战争法内底就是规定甲真清楚，就是占领吼袂使移转主权，占领袂使移转主权吼，才会当和平的。安怎讲？因为啊，你若会当占领移转主权啊，我只要我的武力比你较强，我就来拍你啊。啊，拍赢你了，你就变我的啊，安尼永远拢咧战争。只要我的武力那比你较强，我就阁拍你。所以哈，战争法内底规定，占领袂使移转主权，安尼吼，世界才会和平啊。啊，流氓政府啊，袂当就地合法。安怎讲？流氓都流氓啊，你是流氓去人的城市呢，免来使就地合法。啊，干那安尼，法国流氓去伦敦，伦敦煞变法国的。哦，啊，迄吐蕃政府啊，流亡去德兰沙拉，说印度煞变我的，哦，干那呢，大家都要流亡了，对不对？所以啊，流亡袂使就地合法。哦，迄阵上海啊，嘛流亡一个政府呢，韩国的政府就是流亡去上海，比利时政府啊，嘛是流亡去伦敦。哦，啊，虽然战争了啊，这个战俘啊。冇人权，这个人权的规定要足清楚的。战俘吼，伊的人权包括啥？包括财产权哦，唔是干人权了，伊的财产啊，你嘛爱甲顾的，唔是讲你甲抢完，叫伊啊一个人干来使炸一千块等于日本，那是反战争法哦。伊的财产你袂使甲侵占，这人权吼是全世界上注重的。因为人权啥啦？人权上注重，人权啊比物权较大的原因就是哦，人是活的，物吼是死的，哦，人是有生命的。啊，人吼，国际法内底规定啊，每一个人拢爱有国籍。你若是无国籍啊，就是无效忠的国家。这伫联合国的人权公约内底规定个足清楚哟。伊讲吼，人人都要有国籍，没有国籍的就是难民。啊，难民吼，联合国难民总署要尽快解决。所以啊，为什么因即马难民要回去的原因就是这样，难民呢要尽快解决，不能无限制的扩大，因为难民吼，玻利维亚嘛真多啊，迄个非洲国家真多难民。联合国一直爱处理，足歹处理，因为难民吼拢走去别个国家。虾米叫做难民？难民就是吼一个国家的国民还是公民吼离开家己的国土，无法度回去，不管虾米原因，拢叫做难民。袂当讲变做农民，哦，唔是像台湾这些难民讲来个台湾讲变农民，哦，福利阁上赞。即农民总医院啊，规台湾啊，去15间的病院咧，甲因医，大病院拢免钱，啊，因拢会晓吃香喝辣，就是这个原因。哦，所以因足够吃香喝辣的，到哪里吃香喝辣，他们都很清楚。啊，国籍吼，咱都要讲着，国籍吼，若要改变啊，一定爱合法，爱自愿、甲意愿合法三个条件。你若无自愿呢，你的国籍袂当改变；你若无意愿，国籍袂当改变；你若无合法，国籍袂当改变。
所以哈，在国籍法里面规定的很清楚。啊，这样法律哈，就是保护不法律的。才拄啊，遐国籍法啦、人权呐、人权公约啊、条约啊，这种国际法。啊，即个国际法吼，你爱捌伊，伊才会甲你保护。吼，你唔通讲即国籍啊，伊甲你变去了，你拢唔知影，因为你唔捌，你唔捌国际法。国际法你唔捌，都要互欺负啊。所以你就变奴隶。啊，即全国人吼，伊捌万国公法咯。哦，法律啊是无咧讲感情的，法律啊讲感情啊，伊都唔是叫做法律啦。哦，法律啊以法为尊啊，迄、那个法律吼、啊、是直的，伊无咧转弯的。啊，中原的人啊，什么叫做中原的人？中原啊，就是汉人啊、河洛客家人啊、广东人，这拢叫做中原的人。这的人啊，伊的国家拢已经去灭国去啊。安怎讲？因为自元朝迄阵就是外国人咧统治中国啊嘛，对无？这足清楚的历史啊，连中国人因都写个真清楚。蒙古人吼、哦、拍去到欧洲，这是全世界历史呢。欧洲遐个人去予蒙古甲拍败了，甲侵略了，伊都对袂讲吼，蒙古是阮的朝代，对不对？无像中国人、支那人讲，去用侵略去啊，去用灭国去啊，吼，伊变作元朝，对不对？啊，个叫啥？叫元太祖，对不对？这历史课本顶头写个真清楚嘛。清国吼是安内捌万国公法，就是因为伫1864年吼，因请这个丁伟良。丁伟良是一个牧师啦，迄个神父啊，伊拜托吼美国人这个丁伟良吼，该翻译万国公法。翻译万国公法了吼，人因清国啊，大清帝国就遵照万国公法咧行。所以啊，清国啊，唔是灭亡去哦。万国公法规定内底吼，规定一个国家是无咧灭亡的哦。伊捌管万国公法了吼，所以就会当保护伊个国家。清国是安那无灭亡，伊是去予中华民国继承去，对不对？继承哦，伊毋是去予灭国去哦，伊是去予继承去。啊，中华民国啊，去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去啊。哦，这历史足清楚的。啊，版本龙马哦。伊即个伊吕波完后吼，含世界其他个国家个船哦烧融，啊烧融了吼，因为伊是去用弄沉个，所以哦版本龙马根据即个万国公法哦去拍官司，得到赔偿，所以吼万迄版本龙马等于日本了吼，伊就甲伊个所有个朋友讲吼，若要救日本吼，会振兴日本啊，都一定爱用万国公法。国际法吼是对外交涉的重要的凭据啦。啊，这个观念吼，中国人本来拢无，因为因的权力吼，拢伫个皇帝顶头。其他的人啊，拢是为皇帝咧服务的，对不对？拢是皇帝奴隶，只有皇帝有权力啊。啊，是因为因翻译万国公法了啊，这个权力啊，才开始学的。哦，才开始有这个民权啊、人权，这个权力的观念才建立起来。这个就是丁伟良，哦，这个人我讲真牛啊！丁伟良吼，伊翻译万国公法。啊，翻译的时阵吼，迄阵也是伫个同治三年，迄个清国的时阵啊。万国公法伫个翻译做汉文的时阵啊，拢总有六本。哦，伊只合起来就六本《万国公法》。啊，《万国公法》另外一个名叫做《国际法》。啊，《万国公法》吼，迄阵啊，美国总统甲召去的时阵吼，拢无害国会，国会图书馆吼，安怎？因为伊足惊《万国公法》的，所以吼召来全无爱害。
要世界和平哦，这是咱全世界啊所有人的愿望。要安那世界和平，就是啊，这铁则一定要守啊。国际公法哦，万国公法吼，伊规定占领袂使移转主权嘛，流亡政府袂使就地合法嘛。哦，所以这些流亡政府吼，拢袂使就地合法。这是咱人类吼最大的愿望啊！每一次看到流星吼，就想到世界和平；啊，每一次看到流星哦，就想到第二个愿望，我要环游世界。啊，若要环游世界吼，较简单，因为吼，咱即卖科技吼不断的进步，我们哦只要学会电脑就可以环游世界啊！即卖科技足好诶。咱即卖吼已经有 3D 立体的电视啊，迄荧幕吼买一只，啊个装喺电脑顶头，你 YouTube 顶头个调出来吼，科技啊足方便的。Google 吼你个拍落，倒一国，你来美国来大峡谷，嚯影片随走一堆出来，你看，你连坐飞机都变，足方便的。佫可以身临其境，所以吼，每一个人拢爱学电脑。你唔通就是讲你七十岁啊吼，电脑无法啦，爱学。哦，即卖电脑足简单呢。你吼，即卖无人咧买锂电啊？安怎讲？唔免用着锂电啊。即卖去 Google 顶头吼，你甲 copy 过来，伊佫读互你听。所以吼，你根本唔免买锂电啊，即卖足方便呢。连工啊，甲手机啊，五 G 的时代啊，迄阵啊，连电脑都免啊。五 G 的时阵吼，你举咧手诶，你随讲话，伊随甲你翻译。所以吼，电脑一定爱学。即卖电脑足简单诶，华数会晓诶，就几乎电脑会晓啊。所以吼，爱紧学，会当环游世界哦。啊，若要世界和平，就较困难啦。要世界和平吼，爱安怎？爱遵守法律，爱守万国公法，才会当达到世界和平。啊，联合国吼，都是为着世界和平哦，才成立的。这个联合国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吼，才成立。伊是吼代替这个国际联盟，因为伫咧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吼。全世界国家都想要达成世界和平，因就组一个国际联盟啊！啊，这个国际联盟吼，无法度通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才会阁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啊，因阁用联合国吼取代这个国际联盟。啊，联合国下骹吼有设真侪机关，这些机关啊，都是为着要促进世界和平哦。啊，世界和平就是爱联合国吼，遵守这万国公法。啊，联合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吼所组成的。啊，虽然联合国伊叫做联合国啊，唔过伊唔是国家哦。你唔通就是讲联合国是一个国家哦。联合国吼，伊冇土地、冇人民、冇政府、冇外交权，唔过伊唔是国家，伊的人民是。全世界所有的人去的嘛，啊，伊的土地是甲美国租的嘛，对不？啊，伊的政府是管理联合国遐的嘛，伊的外交权是全世界拢伫遐外交嘛，所以伊唔是国家，啊，伊就是要促进吼，即国际安全呐、啊、经济发展呐、啊、人权呐、啊，即来当世界和平，哦，就是要用联合国来维持。啊，伫个1945年哦。迄天啊，五大常任理事国，五大人常任理事国吼，迄阵啊，中国原来是哦。虽然迄阵啊，中国真有争议性，因为迄阵啊，中国吼啊无国旗，伊个国旗吼啊，佫是军旗。伫个1952年2月12日迄天吼，迄阵啊有60个国家，啊，联合国成立的时阵啊，迄阵啊有46个国家。46个国家哦，签立了联合国成立。啊，伫个今年的时阵，已经有60个国家，甚至即马已经有194个国家。
所以吼，自从联合国遵守万国公法了后，就无国家灭亡。所以你唔通就是讲大日本帝国已经灭亡，大日本帝国是还未灭亡哦，是去予美国关起来尔。哦，只要天皇若无死啊，无断去，就无国无断无灭国去。所以吼，唔通就是讲大日本帝国已经灭国啊，大日本帝国吼还佫伫台湾啊。啊，这就是联合国的国旗啊。啊，这吼，这张相片吼，足经典的。这伫个光复节，1971年12月25日，迄天叫做光复节啊。这中华人民共和国吼，光复联合国哦。啊呐，伊这乔冠华吼，甲黄华伫遐开会的时阵，通过2758号决议文。2758号决议文吼，这个文章吼，内底讲啊真清楚。伊讲吼。排除啊，蒋介石的代表，所以啊，排除蒋匪，容纳共产党，共产党的代表，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所以啊，这个人哦，伊讲哦，我们啊，要视汉贼不两立啊，要自强不息啊，啊，所以哦。贼都叫踢出来联合国啊嘛，对吧？因为汉贼不两立嘛，啊，人家是汉嘛，我们是贼啦。这个2758号决议文哦，顶头写得真清楚吼，将蒋介石的代表啊，对联合国甲伊所属的机构内底驱逐出去，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代表啊，成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这是安全理事会，伊原来代表五个理事国之一哦。你唔通讲，就是讲伊他比较慢进去，就不是理事国，他也是五个理事国之一，因为他是创始会员国之一嘛。所以啊，你唔通就是中华民国去用踢出来哦。哦，中华民国啊是无予联合国踢出来哦，是蒋介石的代表去用踢出来。所以伫个联合国啊，啊个。中华民国，哦，啊，中华民国吼，伊是无退出联合国哦。蒋介石伊拢甲咱讲吼，台湾退出联合国，哦，所以咱台湾是没有加入联合国，怎么退出联合国？是对不对？台湾没有加入联合国，不能退出了。所以啊，是中华民国啊，搁伫个联合国内底哦，哦，所以毛泽东吼足后悔，伊讲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孙啊，伊名哪会无号做中华民国，哪会号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呢？足后悔。所以吼，因中华民国啊，一直讲要台湾要反联啊，迄是无可能的啊。所以啊，台湾啊，这周日的新闻通过史上最大的加税案，哦，要缩小贫富差距啊。伊讲台湾哦，哦，伊唔是讲中华民国，其实啦，伊是咧讲台湾当局啦，哦，你来要看新闻。伊讲台湾当局啊，通过史上最大的加税案，这周日的新闻哈。台湾立法院，台湾刚有立法院，哦，这是中华民国的流亡政府的立法院啊，哦，通过啊，第16号啊。三读修正通过所得税法部分条文，对金融保险业大股东以高所得加税，哦，因为伊要造啊，欠无钱啊，爱加税啊，要回馈民众，您想敢有可能？因为回馈国民党可能较有可能啦，哈，这是财政部长。在欧洲吼，因有通过人权公约。这是伫1953年的9月初3，迄天因就通过啊。伊顶头规定得真清楚哦。这人权公约内底吼，伊讲吼，禁止任意去除任何人的国籍，而且啊，任何人可以自由进出其国籍国。哦，这是人权公约。迄阵啊，伫1953年啊，1953年迄阵联合国根本还未成立呢。
啊，伫个1976年无，3月23迄天啊，联合国嘛成立啊，成立了吼，伊通过这两个公约啊，伫个1976年的时候呢，伊有这人权两公约，有这公民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两个公约拢是人权公约。哦，伊内底有那规定甲足清楚的，每一个人啊都要有国籍，啊、哦，没有国籍啊就是难民。啊，咱就是啊，因为有这个人权公约啊，才有法度告美国。那无迄两个公约吼、哦，咱告美国都告未成啊，因为迄法律是伫美国家己定的啊，哦，欧洲家己定的啊，所以咱利用这两个人权公约啊告美国。啊，哪讲？因为咱本土的台湾人吼，无法度通自由出入咱的国籍国当中，所以吼，咱就用这条法律啦，告美国总统。啊，告美国总统了吼，经过12次的公房来哦，一判吼 ，The people of Taiwan 吼 ，The people of Taiwan 就是本土的台湾人，伊只讲个清楚 ，The people of Taiwan 吼没有国籍，啊，没有自己的政府。而且啊，还生活在政治炼狱。承认啊，台湾啊，还佫伫个美国的军事占领厅啊，所以吼、哦，伊判佮真清楚。啊，伊第五点要求啊，美国行政伊即个政府啊，行政单位啊，爱主动协助咱的原告吼、哦，达成顶头即个愿望。甚物愿望？爱恢复国籍啊，对无？爱建立家己的政府啊，爱脱离政治联合啊，这就是咱的诉求嘛。所以要主动帮助咱，所以咱才会有台湾民政府的成立啊。啊，咱为这张相片吼，都会当看出来吼。AIT 啊 ，AIT 是民间的单位呢，竟然有伫个迄海关啊，会当家己设一个关口，撤退美侨。这是311的时候对日本啊撤退美侨来台湾啊，迄阵啊台湾上紧嘛，咧撤退上紧，啊有安利用这个机会哈，将美军撤退到台湾。全世界绝对无一个国家讲伊的海关会当予一个民间单位安尼家己去炸一个关口，家己开放一个关口啊来出入境的，绝对无的啦。为遮吼，会当看出来讲，虾米人才是占领国吼、哦？啊，伫个最高法院哈，伊判完迄五点了吼，伊搁置本案。安怎讲搁置本案？伊讲吼，美国政府啊，伊甲法官讲吼，伊拢找无台湾人啊，伊毋知影台湾人伫倒。啊，所以啊，法官规定伊爱甲台湾人找出来。你袂当讲人甲你告啊，你也毋知影台湾人伫倒啊，所以啊，爱甲台湾人找出来。所以啊，伊来台湾啊，伊一个找讲，每一个人拢领这张身份证，这张身份证啊，绝对袂当证明你是台湾人啊。所以啊，美国政府啊，伊讲叫咱遮个人啊，紧发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啊，阮甲你印，因为咱无法度印啊，咱单位太小的，咱无法度印迄款物件。身份证要印身份证，连中华民国吼印的身份证，伊都无迄个 IC 啊，咱哪有法度，对不对？所以吼，伊这张无 IC 吼原因的啦 ，IC 卡后边有迄 IC 啊，这就是吼，咱成立台湾民政府的原因，就是因为咱过赢美国啊。啊，美国吼帮助咱成立台湾民政府，伫个华盛顿 DC 啊，嘛成立办公室有无？啊，这啊，咱最近啊成立的哇，伫个三联堡3号路386号啊，拄好伫个派出所的隔壁，厚德派出所啊，咱成立三重郡吼也办事处。啊，那华联吼，哎，宜兰是伫个警察总局的对面。哦，咱这同心吼，做爱甲警察斗阵呢，因为吼。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啊！哦，因两个人讲咱是诈骗集团啊！哦，诈骗集团要去美个警察局边啊！哦，安上安全。
这样，拄仔发迄张身份证给咱好无？咱来了解，伊是国民的身份证啊，国民就是绿卡啦，就是居民啦。居民哦，没有权利，然后选举呢，公民啊才有权利啊。你唔通摕绿卡，讲要选美国总统啊，迄是无可能啊。国民身份证讲竟然会当选中华民国的总统哦。选完了，伊阁有绿卡呢，对不对？所以吼，伊根本就是咧甲你骗的。安怎甲你骗？你来投票一票给我，我会当赚二啊三呢。所以吼，我一直看广告，叫恁紧来投票，因为你赚一票给我是给我二啊三。论真讲啦，那我拜托恁来甲我投票啊，投一票给我，我紧付客人家钱70块，因为恁兜较近，70块吼都坐会到啊。安尼唔则对。那有迄个投票吼，你爱阁付你钱诶？即款道理你做会出来？全世界敢若有？安尼啊，即张身份证啊，原来袂使做兵呢。即张是绿卡呢，哦，伫咧美国绿卡原来无法度做兵呢。啊，不过吼，你若做伊诶兵了哦，就会当做美国人啊。哦，伫美国吼，你若去做美国兵。你就变美国公民了哦！哦，啊，美国的法律嘛规定个真清楚。伊安怎讲？伊讲只要你伫个美国的本土，啊是美国的飞机、美国的船，生来个囡仔拢是美国人。哦，安尼才会爱阮美国啦。啊，你伫个中国生的，要做阮美国人，爱先领绿卡。哦，啊，那中国人吼，因钱呐人的文化都无同哦，钱呐。文化吼，因讲安怎？中国人甲中国人生啊，才是中国人。要安怎做中国人？你伫咧中国生，毋是中国人哦。真侪人去中国有无？去台湾来台湾啊，讲要领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无？即张啊，真侪外国人来遮传道几落十冬啊，讲要甲领即张啊，伊毋发互你啊，因为你的头毛啊够金的，你的皮肤啊够白。无可能会变中国人啊！因是这个观念。啊，人美国人啊，你皮肤搁较乌，就会使做美国人，对不对？迄乌人乌甲会金啊，嘛会使做美国人。因为安啊，你伫我美国生，啊，你规划做我美国，安尼就会使做美国人。你爱宣誓呢？中国人毋是哦，中国人哦，爱中国人甲中国人生的，伊才要承认你是中国人。所以啊，因讲哦，我们承认双重国籍。老实讲啊，全世界无迄个双重国籍的。安怎讲？有一天啊，那面临选择的时阵啊，战争的时阵啊，你到底要效忠哪一个国家？这足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啊，迄阵啊，美国啊，甲日本战争有无？美国人就先甲日本人啊，日本日裔的日本人有无？拢甲你请去食饭。伊唔讲，伊无甲你讲关哦，伊甲你请去食饭。请去集中吃饭，所以吼，甲面临战争的时候呢，迄个效忠问题就产生啊，无迄个双重国籍的啦，哦，双重国籍是咧甲你骗讲你紧炸钱来，炸钱来我的国家，我国家吼足欢迎，你若无钱的，我是无欢迎吼，啊怎样？啊，这个人吼，伊讲吼。为着公平甲正义啊，伊要打倒不公平不正义，所以吼、哦，拜托啦，恁将选票转给我。哦，爱讲吼，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啊，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啊，所以讲完了吼，美国就是讲啊，你这袂调啊啦，安怎讲？因为吼、哦，台湾人哦足清楚的，台湾人足清楚啥？这个啊。英文哦，无可能等于英九啦，啊，英九嘛无可能等于英文啦。你唔通就是讲中华民国会等于台湾啦，台湾等于中华民国，这是无可能的啦。查甫的嘛无可能变做查某的啦，哦，查某的变做查甫的嘛无可能的，改名袂当变做国家啦，哦。爱讲拜托咱个饲小猪呢，吼、哦。迄阵啊，我嘛去摸一只排队。哦，排到足辛苦，叫某一只饲到要甜的时阵，拄好入来民政府，哦，全收倒来，好加载。
啊伊吼饲小猪拢总饲偌济，伊阵啊讲饲140,000只，哦，台湾人看偌个支持，伊讲哦，英九等于英文啊，啊，更加支持，哦，所以吼，因只志工吼开心啊，因为迄个小猪吼要乌钱出来的时阵哦，专工啊去拜托人载迄个正层来吼，往正层落空，安尼较紧。我无140,000只，要抬小猪抬140,000只吼，足歹抬。啊，拢总吼，小猪叫抬2亿外。啊，票吼，得票得600,000-609,000票嘛，啊，一票2亿3嘛，所以只完啊14亿外。哦，啊，伊讲伊输啊啦。结果啊，人家的志工哦，抬低抬到偌欢喜欢喜的。每一个都嘛眉开眼笑，哪有输？伊讲伊输啊，输800,000票，对无？恁输啊啦，对不对？钱好伊，搁好开心开心。啊啦，国民党诶，国民党哪有咧看甲遐个钱啦？10几亿是要算啥？我。办一个花博就100几亿啊！你看几朵花就要100几亿啊！10几亿要算啥？那是予恁的奖金，哦，甲阮陪阮选举的奖金，对不对？所以吼，伊若卖甲伊比赛，伊就没什么气场啊。打篮球吼，一定爱两队呢。篮球的双方啊，裁判是对方，球员还是对方的人。连观众都加油对方，啊！你要跟他拼，有目的是啥？因为吼，打赢、打输拢有奖金啦，对不对？你不管打赢、打输，拢有这钱通好摕啊！伊当然嘛跟你比，啊！咱叫伊讲卖跟伊算吼，民进党讲啊，规划拢个胖去啊，啊，叫胖去是安怎？本来就拢伊咧胖啊，你讲我胖，但李登辉啦，陈水扁啊。到到拢总20几档台湾人咧做总统，啊有安怎无？嘛是无安怎，嘛无通哦，你规划捧伊啊，对不对？嘛是拢因咧捧啊。啊，佫啊，人因那个猫男呢，对唔对？啊，三不五时啊，佫会使吃一下鱼翅，佫炸糊的，对不？拉法叶 P3C 阿帕奇，这到到的几亿啊，是要算啥？我哪有咧看迄几亿啊？那是南山的，对吧？所以吼，人因中国人足清楚的，要选举啊，要有公民证。人因嘛办法叫公民证呢，咱拢唔知影尔呢。这是伫个中国啊，山东烟台的时阵啊，因要选举啊，爱发一张公民证，发一张了，爱个宣誓啊，宣誓哈，才会当领发领去选票，你知道？啊，这个高志航，这张高志航哦，是中华民国的空军司令啊。这蒋介石吼亲自发公民证给伊去投票。啊，这样向锦寿，这是伫个浙江啊龙游县，伊迄阵啊要选举啊，拢爱去宣誓哦，宣誓登记啊，才会当选举哦。这公民证安尼有健康。公民的原因呢？这也是伫个台湾、台中第一任的馆长刘纯忠，好，这发的公民证，迄阵啊要选民意代表头一届。这啊伫个新店，这嘛公民证，所以啊，中华民国足清楚的，要选举一定要公民。这张啊，谢东敏。谢东敏应该大家拢熟悉，这较早这省主席哦，这个人哦，台湾的命运啊，甲这个人关系足大哦。这个李先德哦，迄阵啊是驻厦门的大使，美国驻厦门的大使。这个人哦，发表一篇哦，对台湾的前途足重要的论述。伊讲哦，台湾这些土著原住民啊。是毋是中国所管的？所以伊来调查，一个调查了后讲吼，即个原住民吼，高沙族啊，
甲中国拢无关系。所以吼，自从迄阵开始啊，这个李先德啊，帮战日本人去拍牡丹社事件，有无？就是伊帮战日本人去拍，因为啊，迄阵啊，日本伫牡丹社的时阵传染，去予原住民甲台。台死了啊！日本人甲惩罚。李先德吼，这个人是美国的谈判专家，这个就是李先德。啊，伊吼上大的特征吼是伊是倒锐吼是义眼，就是假的目睭啦。哦，伊倒锐是去予钱吼下钱迷去，因为当初吼。罗美号遇难的时阵吼，罗美号吼遇难的时阵，就是甲台湾族吼，伊即个卓其笃吼率领因的族人吼，将罗美号的船员啊全部都杀害。因讲吼，因较早去予外国的船吼侵犯啊，甲因杀足侪人，所以吼恁来啊，可能就是要阁杀阮，所以吼将因遐罗美号的船员哦拢杀死。结果有两个台湾有死吼，走去，啊走去了去投这个李先德，啊李先德，迄个请求美国吼派军舰来遮要讨回公道，啊去迄台湾族的外海遐吼，向台湾族宣战，啊因为迄阵台湾族吼也毋是国家。因未晓虾米叫做宣战，所以啊，罗迄个美国的战舰吼来到外海的时阵向台湾族宣战吼，伊想讲，即个原住民吼，那也拢没有反应，我甲你宣战啊，结果啊，伊派伊的副舰长吼来过船啊，要去甲台湾族谈判，结果啊，过到一半的时阵啊，要落花的时阵啊。台湾族全冲出来吼，用箭甲射了，全射到目睭啦，射到李先德的目睭了，李先德全撤退。撤退了吼，咱还有一个观念嘛，你讲宣战了后啊，你撤退，表示你战输啊，这真简单的观念啦。你讲宣战了后你撤退，表示你战输啊嘛，哦，所以美国战输了啊。伊去派伊来，找一个清朝的官，带伊来见这个卓其笃。卓其笃就是迄阵台湾族的领袖，来甲讨理论啊。伊讲吼，阮传染了，互恁杀死了，啊，阮甲你宣战啊，你阁下钱甲阮下钱咪？所以吼，甲因订一个契约。因为安怎？因为原住民吼，啊，毋是国家，袂当订条约，所以啊，订一个南夹之盟。啊，南夹之盟的目的就是吼，要避免传染啊。美国讲吼，阮摕钱甲你买垦丁迄个所在，吼，啊，阮起灯塔，啊，你迄个所在，互阮起灯塔。啊，阿伯，阮若阁有传染吼。爱举红旗为号，哦，阮啊传染举红旗哦，你袂使甲阮抬，啊，所以迄阵啊卓其笃吼，甲李先德达成协议，啊，是安怎达成协议的？因为因迄阵咧谈判的中吼，李先德哦，将这个目睭啊，甲摕来，摕来的时阵哦，哦，这个、卓其笃哦，看一个惊一条，哦，那这个人有法度将目睭摕来啊？所以吼，对伊足钦佩，所以吼，爱个炸烧酒互你吗？所以吼，因订这个南夹之盟的时阵哦，卓其笃哦足钦佩这个李先德的人，啊，李先德嘛对原住民吼足钦佩，这个对卓其笃啊，啊，这是伫个迄个牡丹社事件的时阵了吼，日本伫个石门战役的时阵哦。赢了后翕一张相，哦，因嘛无甲台湾族拍甲真厉害啊，伊甲因签契约啊，所以吼，迄阵牡丹社事件了吼，台湾族的几乎都快已经
丧失战力啊！啊，这是李先德哈，伊探访台湾的相片。啊，迄阵啊，伊探访台湾的时候吼，咱台湾啊，拢总有20多族。啊，因中华民国拢讲，咱即马台湾有14族，啊，佫加一族讲话做不满足。啊，其实吼，台湾拢总有22族的，凡世也毋啦。因为吼，咱无熟悉啊，真侪族已经灭族去啊。啊，李先德吼，伊对咱台湾的高山族吼，形容得很好。伊安怎讲？伊讲吼，即个平埔族的原住民吼，体态壮硕，外貌俊俏，行为勇敢，朴实有礼，非常信守承诺。不屑与支那人交往，这个非常信守承诺吼，就是咱台湾人常在讲吼，讲硬人较惨死，所以咱台湾人吼，无咧跟人签什么契约啦，硬人就是算啊，讲出来的话就遵守，所以吼，咱台湾人就是这点好处，非常信守承诺。爱讲吼，咱的环境吼，咱原住民的环境啊。整洁的程度几近一尘不染，可以跟欧洲的魔幻农场哦媲美。所以迄阵啊，咱原住民哦，活大了足先进的。虽然因是烫只卡，其实伫台湾烫只卡嘛真清气啊，对不对？哎，中国人来了才扎实的，对不对？啊，这就是迄阵李先德吼去踏查台湾的时候呢，伊写一本册哦，在踏查台湾呢。那本册的时候，它有相片哦。这本册还有外口拢有在买哦。啊，这支那人哦，不守信用、狡猾、贪心，这些人格特质哦，咱高山哦，无啥该爱跟因交往。迄阵啊，清国哦，要跟台湾族迄卓其独谈判的时候呢，卓其独吼，伊讲吼，若跟支那人谈判吼，唔免用我。我派我的查某囝去倒啊，因为吼，支那人吼，甲查某人订契约就使啊。所以吼，卓其独吼，伊足清楚支那人的做法。啊，伫个史书记载吼，支那，啥物叫做支那？支那就是秦地，就是游牧民族甲耕牧民族的交叉的所在。都是大部分汉人住的所在，啊，咱拢知影吼，迄象棋顶头的楚河汉界，楚河汉界吼，你知影咱属倒一边无？你唔通叫是咱是汉民迄族呢？唔对啦，伊甲你教唔对，咱是属楚河这边的，因为安怎讲，楚是南边这边的，汉是北方那边的，所以吼。不要搞错了，一定拢甲咱讲是咱是汉民族，还是错误的哦。上界侪啊，你是南民啊，因为咱真侪拢为南越迄边移民过来，中国的南方家吼，拢为南越这边移民过来。啊，这吼秦地吼，伊是讲吼牧羊跟农耕并存的所在，叫做秦地。也就是支那啊，支那吼有分内支那跟外支那。支那吼，其实支那这个所在真侪所在拢叫做支那，在法属的印度支那，法属印度支那唔是伫个印度，是伫个即卖越南、印尼吼、缅甸即个位啊，泰国遮吼做印度支那，较早法属的印度支那哦。内支那地区吼是伫个中国满洲遐，哦，满洲东土耳其斯坦遮拢叫做内支那。啊，那外支那就是伫个关外啊。啊，支那就是伫个关内，也就是吼伫个长城以南呐。啊，因常人甲咱讲长城有无？万里长城。唱这条歌的时候吼，恁也拢无法噶。万里长城，万里长城外面是故乡。
啊，长城的外面是故乡，你怎么是跟咱的人？长城的外面拢是突厥人、蒙古人，对不对？长城的外面怎么会是汉人呢？旗人呐、啊，女真人呐、啊，对吧？因遐匈奴拢伫长城外，因为吼，因遐拢西北派。东南派甲西北派的战争吼，你唔通就是拢苏彦文这边赢咧。苏彦文这边唔捌战赢过，安怎讲？苏彦文这边吼，因未晓骑马。西北派因那边的人拢是骑马咧战争的，所以因永远拢咧拍赢。苏彦文骑的是白马，白马未使战争啊，远远就看到迄只白马也是要来战争，对不对？所以吼，唔能去互骗去。苏彦文永远拢在战书了，所以永远拢在念。苏彦文上好念啊，对吧？好在念他两他不管他，念了不能再念，继续念，哦，对吧？所以这白人成精了。啊，这样，伊是孙文所写的文章哦。伊讲吼，拜托日本吼的人啊，支持支那革命了。所以不是我们说他支那是什么派位的，支那没什么派位的，支那是在形容中国这个地方、哦、中国孙文也说他自己支那人 啊这样就是当年啊，当年、哦、这个全国人、哦、都要去外国做奴隶，他们都说、哦、这去南洋，去南洋什么经商做生意。我跟你讲啦，全国人家己遐散啊，哪有钱然后去做生意？是去做孤立啦，哦，唔通听唔对，是去做孤立，哦，做孤立的时阵吼，坐船啊，因无钱然后坐船呢，是爱甲家己卖掉吼，才有船票然后坐船啊。所以甲咱讲，哦，钱那人拢随那个东开垦了无？来台湾开垦，还是在跟你骗的？支那人无几个来台湾开垦，因爱订客哦，因一出国去吼，爱靠人力中介公司啊。迄阵来中介公司哦，这是什么名啊？你知道？好，做抵押罐啊。因为吼，因拢咧中介抵押，好做抵押罐。啊，这支那的文化吼，足好的就是伫只。为文理吼，就会当看出来伊个文化，有无？中国人、支那人因讲吼，因个家是虾米所在？家吼，就是亲人吼共同生活个所在啊。这是伊个理念所写个。家吼，就是亲人共同生活个所在啊。啊，伊个厝内底吼，拢饲猪啊，对不对？这就是伊个文化。啊，伊个亲人那是猪。爱甲咱讲，咱拢是龙的传人，有影吗？龙的传人哦，是全国人哦，旗人、女真人，因为国旗啊，都是龙有无？这样，因家的中国哦，因为观念内底啊，叫做支那无主地，因为这已经去向灭国去啊，去向向灭国。叫元朝，元朝不是叫做元朝啦，元朝叫做大元国。哦，成吉思啊，你唔通想讲伊甲恁教的是对啦。成吉思是伊的名，伊的名唔是叫做成吉思汗哦，汗是大王的称呼，皇帝的称呼。哦，伊的正名叫做成吉思，唔是叫做成吉思汗。哦。所以汉是因叫皇帝叫大王，即啊吐蕃讲迄个，咱拢知影吐蕃啊，就是即卖因讲的西藏有无？东土耳其斯坦、蒙古、大清有无？啊，即大理，即拢真清楚嘛。所以因支那即是已经灭国去啊。历史啊，什么是历史？是安那写历史？历史就是要见往开来，要见察以往的事件，不然有法开创未来。
啊，你若拢讲白贼的历史啊，你就会没有未来。所以吼、哦，支那人拢写假历史哦，所以他没有未来。即吼、哦，荷兰甲西班牙占台湾的时阵啊，迄阵啊，咱台湾啊，还佫无文理哦。迄阵啊，咱用的文理啊，叫做新港文啊，有无？新港文吼、哦，定的契约啊。迄阵啊，彰化吼做半山，岛南吼做塔里木啊。嘉义朱罗山嘛，闽雄打鸟，嘉义吼做萧公，新市吼做本港，哇，新竹吼做竹镇，哦，即个地号名，真侪拢是荷兰人甲西班牙号的哦。甚至讲哦，西班牙因上爱号一个号，这个名号做圣地亚哥，有无？西班牙去到倒位吼，号迄个名拢圣地亚哥啦。哎，圣地亚哥吼，伫美国嘛真侪圣地亚哥，伫巴西嘛圣地亚哥，伫个台湾嘛有一个圣地亚哥呢，好做三雕角啊，哦，三雕角就是圣地亚哥啦，啊应该叫迄个音译个译成三雕角，啊贝多啊，较早伊个名号做帕软软啊，唔是号做软软啊，哦伊。拢甲你骗讲五度、六度、七度、八度，这是要到日本，唔是？哎、欸，来甲你骗嘞，无影啦。即个拢伊后壁甲你写有无？汉人根本都无汉人，哪有汉人？哦，圣地亚哥就是三雕角，有无？这西班牙人号的哦。啊，咱那个真侪，会记迄个荷兰人吼、哦，炸阿门陀来无？因来起城市的时阵，会晓用阿门陀啊。什么叫做阿门陀？阿门陀就是荷兰人红门啊，有无？因炸来的陀吼，做红门陀啦。哦，咱唔通就是讲即卖水泥哦，做红门陀呢？迄是因荷兰人炸来哦，咱叫做红门陀。伫公元吼、哦、304年的时阵啊。迄阵慕容鲜卑哦，大略中原，就是专门咧用抢嘛。啊咧，这都是东南派啊，东南派拢啊西北派抢，就是这个原因啊。西北派吼、哦，因骑马嘛，到倒位抢到倒位。啊，中原人吼、哦，干来遐种作呢。啊，种作趁钱了吼、哦，存一寡财产吼、哦，连袂就去遐抢去啊。所以因来起长城，长城甲你炸起来。啊、结果咧，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哦，讲到最好听，清国人侵略你的国家，号做入关，你阁叫伊太祖，努尔哈赤讲个叫清太祖，对不对？哦，这就是伊的历史。啊，就喺这个时阵吼，因啊，足爱掠汉人的查某囡啊，安怎讲？掠查某囡仔吼，有好处，肉足软个，哦，你食个时吼袂夹起，啊，佫暗时啊佫好用，所以吼，因咧拍汉人个时吼，足爱掠汉人，啊，掠来个时吼，因要转去啊，食袂完啊，啊，佫留八千个，食袂完个时阵啊，佫唔敢甲放掉呢，佮阴阴死。阴时的时阵吼，迄阵啊，河北易水啊，为之断流。因为你那四八千个人吼，迄条河吼无偌大啦，真正都截起来，都断流啊。五胡乱华的时阵，无，下面有对五胡，都是外国人啊。哦，这外国人轮流统治中国。即个外国人哦，有的是金发碧眼的白种人，白种人就是苏俄人嘛，对吧？因啊，突厥啦、鲜卑啦，即拢外国人，因拢讲哦，嚯，即个外国人哦，野蛮呐，佫会食人，哦，中国人上文明，恁吼、哦，咱即马网络足方便，你吼、哦，等于啊，伫 Google 啊，佮拍一个大补汤。相片、哦、图片，
大补汤，还是婴儿汤？哦，你就知影讲哦，中国人安怎食？哦，咱只卖讲上侪，迄个食肉诶，迄个惯势，迄个方式哦，经由网络吼，即卖方便个，足方便诶。咱电脑爱学，就是这個原因。咱吼网络顶头吼，你若甲查一下，啥物叫做双脚羊？哦，双脚羊的意思就是吼。汉人的查某囡仔，因来打汉人的时阵吼，唔免炸牛草，只要掠汉人的查某囡仔就好啊。你是啊，听好叫因去煮饭，甚至个做肉，吼、哦、啊暗时啊个听好用。所以吼、哦，双脚羊最好用的，因战争根本免炸牛草，就是这个原因。啊，即个吼汉族啊。汉民族已经去灭国去啊，对不对？这就是啊，蒙古人啊、突厥人啊，因遐个外国人啊，咧打中国啊，因为因足够骑马啊，因骑马阁挺好射箭啊，足准的。连欧洲人都打输因啊，所以吼、哦，因足勇的。所以吼、哦，苏亚门打输西北派吼、哦，无话讲啦，真正常啊。四千多年前哦，这些汉族哦，几乎都是少数民族啊。安怎讲？全世界国家拢咧统治中国，拢咧食伊个人吧。所以汉民族哦，几乎都已经快绝种啊。因定咧甲因讲哦，因拢嘛纯种的汉人哦，纯种的，迄个纯哦，就听较清楚的，是很纯的纯啊。哦这吼、哦，就是大清帝国的国旗，对不对？大清帝国的国旗是龙呢。清国人啊，满洲人，因才是龙的传人，不是汉人啊。哦，啊，伫个中华民国继承清国了后，伊是用这支旗呢。这支旗哦，这五色旗啊，对不？五色旗啊，头一个就是红色的。红色的就是代表汉人啊，汉人啊血流满地，知无？啊，因老嘛讲五族共和，啊，那是五族共和啊，都爱讲五种的语言才对啊，袂当干阿讲满洲话，满洲话因即嘛讲普通话，普通话是女真人咧讲的满洲话，唔是号做汉文啊，哦。汉人啊，绝对无咧留辫子诶。汉人啊，是束发而冠啊，对不对？清国人啊，清国人穿旗袍啊。哦，你唔能就是讲，这样女孩子穿旗袍很漂亮，是汉民族，是满洲人家咧穿旗袍。哦，啊，咱今日吼、哦、时间的关系，咱功课讲到这，谢谢。各位同学，下课休困。